对了，你困不困？你要是困的话，这有个小狮子，我给你搬过来，你靠一下。其实，现在一想，留在地球上多好。干嘛非要去自己行？那儿那么多人，那么多车，到处是无休止的竞争，无休止的工作，到头来连个可以爱的人都没有。是啊，现在想一想，觉得此时此刻轻松多了，真的很轻松。我就问我这鼻子，闻，我就送你点洗衣香水。哎，你身上怎么有他的香水味？你俩干什么呢？你看你俩干什么呢？老虎牙！妈呀！哎呀，你俩人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俩就是……金燕，你听，金燕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走不了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调不了频94.9.1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正。一转眼，我们已经在地球上度过了漫长的岁月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面对更加漫长的岁月。这个情啊，你也抒发的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呢是天气预报时间，我是你们的天气预报主持人张晶。不是，我没说完呢，我说完你再说行不行？你这那么着急呢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正正，接下来将由我带领你们回到温暖的家。还什么温暖的家呀？你知道你家在哪儿吗？还温暖的家？你家在哪儿？我不知道我家在哪儿，但是我可以重新建造一个家，怎么的？不是怎么的，还让不让人播天气预报了？你这叨一上午了，怎么的？我就不能播天气预报啊？你急啥？你急呀、啊？是我不是因为我本身急，你明白吗？我是担心我那几个小哥们儿啊，我不知道他们被水冲走。你再担心你那几个小哥们儿，你是不是也得等我说完你再报啊？这有个先来后到，对不对？你说完人家都冲走了，知道吗？冲走了，那也得我得先报，这出去。什么出去？你俩跟吵吵把火似的！这鸡毛种地是你能栽的地？随便就能进来，你赶紧出去！冲我喊什么玩意儿呢？我是来拉架的。我跟你拉架行，你知道吗？你等咱俩播完音呢，你再进来拉架行不行？就是，不行，报个天气预报，你是不是给你嘚瑟的呀？你啊，不行了是不是？我是因为我播天气预报我嘚瑟，是因为我担心我那一个小哥们儿，你明白吗？就你。
象的，哪有朋友啊？哪来的哥们儿啊？就跟一会儿跟我睡桥东底那几个大耗子。我得告诉他们一声。告什么呀？你告诉。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你们的正正又回来了。你们想念家的温馨吗？想念温暖的大被窝吗？想念你们永远的大枕头吗？想抱着枕头一块堆睡觉吗？在被窝里我们一起感受家的温馨。你说啥玩意儿？在家的温馨里我们。你起灵。